呢十几年你赚咗几百亿，啲钱喺边度嚟？金と欲望が渦巻く80年代香港、ゼロから成り上がった詐欺師とそれを執念の捜査官。你估我真系点晒成金嘅金手指啊？你有钱啫，唔系你话晒事嘅。姓程嗰个呃咗香港人成百几亿，佢揸住条数，大到连人命都只不过系成本嘅一部分。如果我帮你甩到身，值几多？股票真的可以当钱使嘅，金山大厦我要成栋买咗。你以为你真的会冇事啊？睇你嘅咋，阿 Sir。Goldfinger 巨大金融詐欺事件。